国第一书写的倒是不长。准备开始行书的动作，圆进、撇、点，最后封好。图几乎写的都非常的短哦，不太深长。那这一点是装饰用的，薄薄撇回来，书画略重，薄。上面略重，下面碰到，拉开，下面收紧，弹上去，左点右点拉动下，安，安上面比较短，因为还有一个长横，你拉长，你要是中间稍微空隙小一点，加上一个长横压下来，紧。靠得好近，好细，然后从右边直接拉动下来，带上去，细细的上去挑，挑去顺势写，上面是窄的，下面是宽的，往右下角勾起来，